每天就看电视啊，看电视啊，去公园玩啊，打球啊，几百个频道，大概60%都在播那个《西游记》。悟空。歌手王嘉尔虽然是在香港出生长大，但因为妈妈是上海人，所以他每个假期都会回到上海和家人一起度过。就老娘舅，老娘舅，就人家讲就老娘舅，而且他也住在我们家楼下。红楼梦，我外婆超喜欢看。有些时候我想转台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呦，我老看呀，嘎嘎，我在看呢，佳佳。”